晚上哦，半夜咱来看一寡无同款的物件。有时阵吼，咱拢看我咧翕别人的狗啊。即摆吼，我大家来看一下咱家己咧训练狗啊的时阵，只狗啊，你看安尼，不接管啦。哦，这边境牧羊犬比赛时阵啊，2009了嘛，只有少年尔啦。烟头，这烟头了吗？哇哇哇！上边上久啊，上久啊！这本来是有一只牛头梗啊，牛头梗啊！哇，这上边其实快，客户拢会变质。这种历史啊啦。这个宝山总队啦，来到咱现场啊，你试看嘛，狗有够用无？阵啊吼，咱咧飞盘狗有流行一阵啊，后来嘛因为工作上吼都无时间啊配合。好，啊继续来过来是咱的敏捷犬啦。你咧训练到一只狗啊，有时阵吼，有时候吼，你看别人的狗啊厉害吼，你嘛想着讲可遇不可求啦，好狗真的可遇不可求。咱伫要训练到一只会当出来表演的吼，有时候吼，也是缘分啦，缘分。唔是讲你要饲一只好狗吼，就一定有啦。有可能伊的胆量有够，但是伊的弹跳力无够，啊，伊的抗压性无够，哦，伤活泼啦，啊是伤冷静啊，伤胆小啊，迄种是。层层相关的啦。这是敏捷犬大赛啊，2008年。哦，我当阵起定啊。周习伟啊，安尼啦，安尼啦，林星啦、啊。